欢迎大家收看全马第一档由运动项目为题材的体能竞技真人秀《疯狂运动会》。当然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主要赞助商嘎木达勒，联合赞助 Himalaya Sports， 还有我们的 KFC 对我们最大力的支持 ，Thank you。目前的这个比分呢，排在第一位置的有 Team Tomato 9分 ，OK， 排在第二位的呢，我们有 Team Kevin 7分，你也不差，你排在第三位 Team Mitchell 6分，才差1分。目前排在最后的就是 Team Jasper。很难追了啊，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你拿到这样多分吗？因为 Jasper 烂。是。今天才是真正的对决。那今天我选来的这六位嘉宾哦，可以算是这么多集以来呢颜值最高的，男的帅，女的漂亮。哎呦，哎呀，终于对我有点福利了。口水流下来。马上来，选手一号还有二号，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Hello， 我想要讲的是，我应该是任何球类都厉害，尤其是足球，因为我是有跟万人迷 David Beckham 和张国立合照，怎么厉害？好，我们听听选手二自我介绍。你好啊，今天我在这里正式宣布，我是这个节目里面最快的男人。最快。来，那你讲一下你所谓的快是什么快呢？我12岁开始加入田径队，15岁加入冬队，代表 KL 出战全国赛，18岁400米全国亚军。这样我就有一个问题有了。嗯哼。请问你现在几岁？现在我48岁。对，不要出来像他这样子，这样子也是没有用嘞。现在几岁？我现在是00后。哦哦，那还距离不远，距离不远。这样我要这个了。好，冷知识来了，以下哪一个是第一个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亚洲国家？夏季奥运就是奥林匹克啦。第一个选择中国，第二个选择韩国，第三个选择日本，第四个选择澳大利亚。真快炒，好像会这样子哦。因为他是讲这一届的嘛，对不对？不是，第一个，第一个举办。安哥，安哥，看靠近一点，安哥。哦，以上哪个是第一个？谁咯？来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日本片。嗯，我选日本。Confirm 答案。Confirm。C 日本是。对啦，对啦，花了我，花了我，这个叫做天公价，你懂吗？日本就是在1964年呢就举办了这个夏季的奥运会。你选几号？二号。选二号。我相信一次，因为从头到尾讲自己是田径的都没有厉害，所以这次我相信海伦。OK， 一号选手请出列。看一下，看一下。哇，好厉害！好彩我选二号。什么叫好彩？没有，我到底有多么的不中用？因为米娅跟我讲，她老公只会看足球而已，所以你过去那边快点。拜拜，谢谢。真的真的，你不要忘记我剩了三个。你剩三个，今天没有比腰力。那除了足球还有什么厉害的？我小学跟中学都是篮球校队。所以球类我刚才真的没有吹。Kristen 呢 ？Kristen 是强项是什么？我是田径周手，我这样选过国手，可是没有选上啊那时候。嗯，是那个是真的。真的、哎，没讲骗我都不懂嘞。有那时候有选过，但是就是没有选上，然后后来就加入了就是娱乐圈。对对对。OK， 来我们看看3号、4号选手。3号请自我介绍。我曾经是一名美姐。哦。有哪锅最完美体态？谁在乎？谁在乎？不是你最在乎，我在乎，我在完美体态很重要哦。嗯，很重要。因为代表我经常都在锻炼，曾经参加马拉松学校的 Talk。 你的马拉松是 Half 马拉松还是 Full 马拉松？我也忘记了，可是我就是马拉松。太久了啊，因为差很。
很远，富马拉松12跟21，对呀、啊，富马拉松是42公里耶，你这个是不专业的诈骗集团，你知道吗？好，来我们听一听四号选手。Hello。Yeah。我的前任们都是运动高手。谁在乎？到底谁在乎？我得先听，你先听。第一任是游泳教练。哦，这样他有带你去。田径高手，第二任，第三任是篮球教练，第四任是健身教练。哦，我想问一下，请问你这个是在 stadium 做清洁的吗？怎么了？因为接触很多运动员呢、啊。我是一名啦啦队。哦。难怪。哎，这样子你啦啦队哦，你来这边是做什么啊？我们这边是运动会嘞，拉拉队的体力很好的嘞，没有他来拉应援，加油，帮你加油哦，哎呦，哎呦，等一下你比赛来了，很碎的，加油，我就抢掉他先了啊，不要帮你加油，很碎的这个，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冷知识，为什么排球运动员呢，总会在比赛的时候呢，擦一擦这个鞋底？有这种事情我没有看过，对对对，其实现在羽球员也是，羽球员现在也是有做这个动作 ，A。耍酷肯定是这个 B， 排球人的迷信习惯，摸一摸鞋底呢可以沾到好运。第三，防止滑倒。第四个答案，借机休息和喘喘气。这个是很常在羽球那边看到的，这样他要摸很久哎，他要这样子，明明的鞋带没有脱，把它拉掉了再拔。OK， 请抢答。哎呦，你真的会有、啊、B、嗯、是不是？嗯。迷信，我觉得是迷信。迷信习惯 ，B 是错的。这是什么？行补吧。哎，你选 C 啊？真的？不是 C 吗？你自己去看。你去什么？你自己去看吧。为什么我会觉得是 C 呢？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那种球场这种是滑滑的嘛，会流汗，在地上我们地上会踩到，我要抹掉那个汗。这样子，所以防止滑倒还是对的。OK， 不要紧，你选 C 是吗 ？OK 啊，我选 A。所以到底是内讧是吗？没有没有，我只是问看他而已嘛，意见。最后决定还是对的。Okay, 请你听清楚，队员，我要的是 advice。底细线在这里，所以最后选 A 是吧 ？A 耍酷，对了吧？错。C、欸、这样真的是 C 啊，这样子。哎、欸、没有，我觉得可能是 D 其实。其实啊、哦，真的是 C。答对了。所以你是选四号，所以米秀选四号，然后三号就是 Team Tomato 的。好，有请三四号选手出列。哇哇哇！我突然间 feel 到 Tomato 怂了。可是我很想进你的队里。是啊，因为很搞笑。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输的。你不要怕，搞笑担当在这边，实力担当在这边。你，白美。先问一下九妹呢，最近在忙什么？最近都在拍旅游的影片。自己去旅游吗？还是有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去的？就有带自己的团队一起去拍，团队而已啊，没有一人一起去的没？比较期待你们带我去。我通常都是去海边的啦，穿 T 恤去海边的通通 out。那去海边应该穿什么呢？穿 jacket 啊。你现在就可以搭 grab 回家了。哎，你看米奇要每次去潜水去穿怎样？我也是怕这个拉倒。哎，九妹你好 ，Hello， 因为那些都认识的，不用握手了。哎，你是我第一次认识的，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学会你不参加，你要参加啦啦队呢？我不是真的啦啦队，我是我的前任的啦啦队罢了。哦，私人的，怎么永远这么睡的都在对面呢？你看一下我这边，你很嫌弃我是吗？没有。接下来这两位也是非常帅、非常漂亮的。OK， 我们来听听五六号选手自我介绍，有请五号选手。你们好，这个我不要。喂，没有那个声音是男的，不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很自信的说，身材肯定是最好。哎呦，哇，很有自信哎。你们两个的身材都已经很好了，又高又瘦，真的，这个人很强啊。他的 confidence 你哪一个运动项目最强呢？哪一个运动
都很强，这个来过来讲了，是 number one。来，我们听听六号选手。每个人都讲我是他们的 lucky charm， 所以跟我同组，你们一定一定 on。看来你们一定，你们一定一定，纠正自己的语法。还有什么强项吗？我就是特别的幸运，每次拔筋的时候一定有拔筋的位置，而且 lucky draw 一定拿第一名。是等一下我们要开车了。哎，这个很重要，因为去 stadium 你比赛的时候，你要赶快找到 bugging， 要不然迟到。迟到，对，也是一个办法。这个搞笑的。OK， 啊，所以他是非常 lucky 的一个人。好，所以就绑住了。我们的冷知识来了，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要抢女的 ，OK。我都还没有问，我先抢。OK， 你最喜欢的这个喜马拉雅运动柠檬糖里面使用的是哪一种盐吗？我知道。OK，A 食盐，错。B 海盐，对。C 喜马拉雅粉红盐，好像对。好像喜马拉雅哦。D 粗盐，应该是粗盐啊，应该是粗盐。我想，我记得啦，那个包装外面有讲是海盐，海盐。我跟你讲，我就是正式的。忠实粉丝，哎，来你也是，我也要。你知道，它是我唯一吃的糖果，是是哦，真的，我因为全世界知道我不吃糖果。我懂你为什么嘴，因为它是这个节目的 sponsor。耶！哎，所以你的答案是，哦，海盐呢？好 ，B， Tim Tomato 的答案是错的。这样来讲，不要找我，也可以有功力哦。哎 ，OK， 我觉得 OK。喜马拉雅粉红盐。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我觉得喜马拉雅跟他名字有一点关系啦，所以我觉得是 C。最后答案 C， 答对了。那因为这个喜马拉雅的粉红盐呢，它是拥有这个最天然的盐之一哦，它不只有数百年的这个历史，含有84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矿物质，哇，真的很强很强，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那边嘛，所以是没有受过任何的污染的，所以它的盐是很好很 fine， 这么好，可以给我试好吗？四号已经选完了，你不要再预留。来 ，Timmy Chio， 你先选。我觉得我要选男生。啊，所以你是选五号。五号，六号是 Tomato， 请出列。耶！没错。大马首创罪犯吃喝玩乐 APP， 立刻下载成为快乐探玩家，一起探索好吃好玩，获取奖励优惠，分享快乐时刻，累积快乐积分。Fun App 一起探玩，快乐分享。耶！美女。听说你的身材很厉害，修一下，修一下，还有吧？哇！金龙，二小时五六，我们到台东梦，台东梦 ，Christine 是我的助理，你好，好紧张，我我跟你讲，你以为你们很厉害，你看到吗？哎，怎么这样玩的？哎，等一下。我还没有认识我们的新朋友，妮卡你好 ，Welcome， 谢谢。哎，妮卡平时有做什么运动吗？我都这样幸运不用做的。可以，等一下你给我拜对面那啦啦队。好了，马上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高度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排球。排球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排球以网球和篮球为基础，在1895年。美国人威廉斯盖摩尔根认为篮球运动太激烈，同时又觉得网球运动量又太少，于是他把网球网挂在篮球场中间，用篮球隔网像打网球一样打来打去进行游戏，这就是最早的排球。但是每次都但是，这次我们玩的排球呢又不一样，我们首先呢来一个热身，叫做排球抢分赛，我们身上呢都穿上1分、2分、3分、4分的 jacket， 如果是穿4分的 jacket 给人家打中的话就4分，然后有4个不同的位置在场地上，队长自己去 strategy 啊，最多分的站最远，
比较难打啊，你自己去分，你们可以商量这一个。先讲啊，不可以全部人指 M 我的啊。不是，看你身上穿几分哦，在哪里喽？我是觉得你穿一分，大家也会 M 你啦。OK， 就算要 M 我啊 ，M 上面一点啊，下面一点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还要用？可是我什么？我听不到。听不到还是你？你有本事你就专打我。OK。你有本事就不要动给我打。两队有两分钟的时间 ，OK， 去商量一下你们的策略。我想玩这样子，四分呢是最高分了嘛，就给最小只站在那个最角落，看到吗？最后面啊，对。然后我歪的拿三或二，给他们哦，真的要 M 我这样，我站在最前面。我确定朵梅多尔他一定会站前面，然后还会算放少分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打，对他知道自己会被打，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打不到后面的话，我们就打前面就算了。我们宁愿拿多次少分。像我们呢，我们要怎样分配？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够柔软，不然就放前面。因为怕我打多没多过后，我他会报仇，所以把我放后面。OK， 我知道了，把你放后面，然后也是把你放后面，因为我觉得你穿这样保护一下的，后面没有这样容易被打。OK， 但我跟你在前面，我们就放一分两分，四分给你，三分拿。耶！哎。你 confirm 你要站这边？你以为我要了没？我先跟你们讲，二三四推我出来的那种啊！我先跟你们讲，有本事你们就只打多麦多。其实他绝对有这个本事，你知道吗？被打的多麦多 ，Are you ready？ 如果你只问我一个 ready 呢？因为我真的只 aim 你们了。哎，你俩那个距离是肯定是这样啊！哎，有点恐怖哎。来了来了，也不一定中了啦。一、二、三。哇！我已经算仁慈了，没有中脸啊。敢不敢射他？大力点！脚起来了！脚起来了！脚起来了！三分！哇！好，后面照，后面照。哇！好。你这么要动，他是哦，昨天的没有，他没有动，他没有动，他直接跳出来。所以正义昨天拿到的是六分。Joey， Are you ready？ I'm ready。你以为你一定打中我没？我会。哦，中，可以。第三球，我太难了。哎，不要打我们呢，人心妹，我们是女的嘞。有种打男生。哎，不要 M 我四号就对了。我们的选择句就是要打，我要打我们打倒霉洞，打倒霉洞。潜水界，你以为你可以？我不会动，我不会动啊！我走了，不能动，我走了。OK， 我不会动，我不会动啊！我们的第一 round 呢 ，Team Bichio 那是总共拿到十五分。听懂没？到，派谁先打？这个啦，这个人去先。哇，你不要就讲我这个，我 talking。变态了。好，来。是男人就不要闪。我不闪。哇！对，第二球。好，九位，第一个零分。可以的，可以的。OK， 打谁？我不想我的队员再问我打谁啊！我打中，打中。哇！哇！哇！
他 M 你下面，他懂你伸过了。对，他羡慕了三个。第三球，漂亮！哇，要赢的话，11分呢？11分，不要紧，我们叫我们八分队长出场。八分队长，我可以的，我可以的，走运啊，九一。没事 ，Come on。哎呦，等一下。我要报仇先啊！你敢有打我吗？没有。我用我38%的力度就好。哇！中两个！哇！中两个！中两个！三分！哇！你找到那个游戏的 hack 哎！我们的恩怨就这样子结束，好吧？还有下一个 game。Yeah！ 在排球这个环节呢，是 Team Mitchell 一共打了15分， yeah！ 我们的 Team Tomato 打了12分，第一局 Team Mitchell 赢了。Yeah！ 好，马上进行我们的 Round Two。Yes！ 这局怎么打呢？7分。就为之胜，打到6-6，没有丢手 ，OK， 直接到7分 ，OK， 好，来吧，这边先开。打开 Fun Hub 附近，搜索您附近好吃好玩的好地点，只要看见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地点，给个点评和建议，就可获取奖励。Fun Hub， 一起探玩，快乐分享。杨红啊 ，OK， 九分，你来，九分在这边，九分。可以啊，肌肉。漂亮。等啊等啊等等。你是？哎呦！救命救命救命！奥了奥了奥了！耶！Team Joe 1-0。认真。喂，我其实很小力不？来，杨秀，等一下，我来，你去，哇，准备，哇，等一下，哎，刚，来，我给你们一点机会，还没有打。过没事，对啦，就是这样子啊，不过，球，听懂没？都三分难度啦，你们太烂了啦！没有，兄弟，要增加难度是吗？其实我们有准备的，我 OK， 来道具，全部帮我换按摩鞋。Oh my god， 这个很痛哎，很痛哎！全部换拖鞋，而且是硬的那一种来的嘞，太尖。
这么你们好像打了两个小时这样，有没有后悔乱乱讲话？你有看到我做的好像美人鱼这样吗？来，大家站起来看一下。哎呦！哇！哎，来，我来扶你，我来扶你，我来扶你啊！不可以，扶你，你对我这样好，我一定要扶你的。哎，怎么问我的特别尖？什么你的特别尖？一样的，是你身体特别不好。你去躲在多那边，躲在多那边，不去哦，再不去哦。你不是说这种球不要顶着我，让我去借，是要让你去借，你又借不到。你明明知道你不可以第二次，你就走开吗？我可以接上去的吗？我可以接上去的吗？我现在没有速度的。你走路可以走好来嘛？你不要这样八只脚，很危险，你知道吗？我真的不能这样站，你直接站上去，又真的痛死。没有，你站上去看，你认真站一次，你认真站好好，我站好，你不可以踩上，你站好没事的。好，真的痛。Timmy 敲三分 ，Tim 多梅多三分，开球，等他，不要等他，就打给多梅多。去，不过。不过，那你顶过来了。顶过来，不能再顶，耶！哎，我们速战速决，一直打，我们都是队友的，我们都是队友。喂！不用不用，好彩我们还有李将，阿强，李将，来，我来，快点，我们走，快点。球在这边，你头在这边。你来了，来了啊！你来了。你看那两个女的完全没有感觉。没有，不是我。那你去打东岸。哎，你们两个可以吗？可以，你去，你去，你去，你可以，你去。你开球不过网还可以顶，开球不过网，输了，站起来 ，OK。哇！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Round two 的排球也是 Team Mitchell 7-4赢的。我们去下一个环节，刺激了，刺激了，刺激。射箭是借助弓的弹力，将箭射在一定的距离内，并比赛看谁最准的一种体育运动。射箭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和灵巧性的运动，运动员必须克服自己的紧张情绪，因为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影响成绩。奥运会的个人赛从排位赛开始，64名运动员每人射6组箭，每组6支，共36支箭，休息10到15分钟后再重复。最终，一人会射出72支箭。再根据成绩决定淘汰赛的分组，根据规则，第一名将对阵排名第64名，第二名对阵第63名，以此类推。但是，这个事件这一局没有但是的，真的去试。哇，也是我们疯狂运动会里面最危险的。因为我们用的弓箭都是真正的弓箭，所以你们等一下的比赛是怎么样呢？刚刚是米奇友这一组赢嘛，你们先拍一个出来，第二轮呢就到你拍一个，他们拍一个来打 ，OK？ 如果打到5盘3胜，直接3-0你们赢的话呢，就不用玩了。如果打到2-2呢，然后最后拍一个最强的出来比，明白吗？明白。所以你们两队呢有2分钟的时间去讨论一下你们的策略，如果他拍谁，你们应该拍谁；你拍谁，你应该拍谁去打，这样子 ，OK？ 2分钟，好，走。Go, are you ready? Yes. 很帅哎！哎呦，第一箭！哇！两分，两分，两分。Go, 第二箭！
外面的黑色也有分球。那这个 standard 拉肩拉得很 standard。对了，对了，外面的黑色没有。阿舅，阿舅，我知道什么问题啊？要吵！阿舅，我知道什么问题，你太高了，你低一点。第三件。两分，所以你现在有信心达到两分吗？可以的，没有问题。我真的特别的幸运。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你直接瞄外面，他可能就会进里面了。我也是觉得。OK， 我们没有错了。第三件，哇，找到那个感觉了。总共是十分。哦呦，有计赛耶。我觉得 Kristen 可以，这一次我觉得他会中到，快点记住这个感觉。哇，我觉得这个有很稳的感觉。哦，很稳，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六分。耶！哇哇哇，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哎呦！哎呀！有哎呦！哇！三支中完，十五分。幸好有你，幸好有你。所以第二局 ，Timmy 就赢了。你射一个黄色出来了，我送一千块，我送一千块。拉了，我这边还没拉，人家都还没拉，哎呦，不要走！有我的队员每一个都射到是吗？嗯，我三支都射给你们看。哇！Come on 啦！喂！我三支都射给你们看。大大声！我都不懂，哎呦！还有机会，我队员们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加油，加油！韩国欧巴美少男，对对对，所以加起来五分一分，六分。你只要如果射到那黄色啦，你一千，我一千。哇！你讲啊？
尊重的。OK， 可以的，米奇友。有分有分。OK， 喂，香香的。哇、哦，有有。不错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老快点了，我的屁都要出来了。慢慢来，四季之色。嗯，到底，到底，哇哇哇哇哇哇！黄色两千块，打不起，打不起，开门，开门，打不起，打不起了，先打不起了，先。黄色来的，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吗？来，各位观众，我们。恭喜我们的林德荣，还有我们董南多捐出2000块。所以现在分数是2-2，所以 Mitchell， 哇，这样你压力大了。请问你要派出谁来打 final？ 我们这里当然是赢最重要了，当然是 Daniel。派 Daniel 去啊！你们这边是派我去，你去。OK。FunHub 我的疯狂时光有奖活动，只要在 FunHub 分享你和家人朋友疯狂时光和地点，让大家感受您的快乐时光，就有机会获取4人月浪岛之旅。更多详情请下载查询 FunHub， 一起探玩快乐分享。我的队员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看我的厉害啊。出来啊，3分 ，Team 你就2分。Yeah. 这次的是 Tomato， 我们马上去 Round Two。你们的 Target 呢，就是10个罐子，好，5分钟里面，整组里面看谁最快可以把所有的瓶子打下台，时间最短的那个就赢。那最重要的，现在这一局呢，你已经赢了1分。嗯，如果这一局你再赢的话呢，直接拿3分。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是3-3打平。哇，不可以，不可以。我这一局就给你3-3打平，不可以。如果这局你们拿到1分的话，就打平，我们再去第3round，更刺激，好不好？好。所以刚刚是你们赢，所以是由你们先开始。你好。这个散弹你怎样都射得到了，你对了。OK。我们的女将先，没有没有没有分谁先的，谁先一起来了。嗯。你这样你还没有射5分钟？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好，你们的枪全部拿好了。哎，队长，你可以清醒一点吗，队长？你我是传说中马来西亚飞虎队，有没有？看我的姿势就懂了。我们要阵型，射不到也要帅啊 ！3, 2, 1，开枪！完了完了完了！唔系我，唔系我，咁厉害。
快点啊！时间有限啊！来一枪！来啦！哎，我也说，哎，这个是不到哎。哇！那时间没有停的啊！没有停的，没有停的，开始走的啦。你以为你掉到六冠就很厉害啊？这四冠很难打的。永远都射不到那个布那边，看到吗？来一枪！哎，快点啊！时间有限啊！来一下！喂！各位废物队们，我要看到你们今天放弃。你们在做什么鬼？我要把一个包给我 ，OK， 在我旁边按摩，按摩。我叫你们给我按摩 ，OK， 按摩就中了。快点，对，去，准备。快点。我差一点，差一点。按摩有用啊，按摩有用啊，快点啊，差不多10分钟了。哎呦！谁就两个，快点！你们两个到底有射中过的吗？喂，你不要吵！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你好像也没有射中过哦。有，我刚才穿。哇！我跟你讲，立马就是他了。最后是用了4分钟26秒。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机会了，应该有机会了。Dimitrio, are you ready? Yes. 4分26秒。OK。一下，你们就赢了。OK。Three, two, one。可以吗？哇！谁来了？哇！吴勇 ，Dimitrio， 加油！啊，那个九一，你的脚出来了啊！九一，你的脚。知道了，我们都有 camera 拍着了，知道是你了。我跟你讲，后面那个什么，那个法你们俩。还有，四个瓶子，你为蓝色瓶就是蓝队赢啊。当然了喂。我很靠近。哎，怎么好像他们的？又是你，是你。哇！最后一个，多少了？多少分钟了？3分钟。哇啦，来吧！哇！好慢呐！哇！恐惧症啊！哇！最后一个是 Daniel 射进的是吧？对。刚刚我们的 Team Tomato 用了4分26秒。OK， 我们的 Team Michio 用了。3分44秒，所以在我们射击这个环节呢，目前的比分呢是1-1。马上去 round three， 我们是以团体赛，每个人都有一件 ，OK， 我们是这样算的，如果四件里面把球射完，你们也把球射完，打平两局都穿完的话，那就看前面谁是用最少件穿完的，那个为胜。明白了吗？明白。刚刚是 Michio 赢，是 Michio 先开始。Michio， Are you ready？ Michio， 我们 Michio 我们可以不用玩了，你直接射穿。好，我努力看看。OK， 来下一个。哎，闹慌了，漏风了，直接。两颗，对，接下来靠你了。OK， 来，我试下。靠这一次啊，翻盘，哇，真抖。OK。第三件，哦，好像越来越难。能穿心吗？怎样穿心哦？穿不到了，他喜欢射后面那个板。哇！谢谢你，我不要玩了。哇！三箭打完，轮到我们的 Team Tomato。OK。对啊。OK。怎么你们对我好像没有信心这样？怎么这样子？你的队员，哎呦，哎，拉拉队，哎。加油！你们不要假假。很弱。我来了的啊。射不中！
你社区旁边这么鬼，我给他自动自己。来，你好，你社区来吧，下一个 ，OK， 来。哇！四球，四个。你有礼物啊，纸我收不到没？哦，收到那个垫子。没有理由输米鸡哦，瓜！哎，有什么没有理由？兄弟，输多一分就没有了哦，三盘两胜哦。所以我们还是替米鸡先开始。空间。第二个，米鸡又来了，空。如果你能一箭穿心，一比一，然后去 round trip， 不能的话，第二箭也射不完，拜拜了。好。我真的很认真，很认真，我有点害怕。紧张了，他紧张了。这个 moment 很紧张。Final round， 最后一局，反正是最后一 round 了，我跟你对决。对，来了，一箭定输赢。Final 中的 Final， Michio， Are you ready？ 哎呀，我的手有点坏掉了，刚刚好的。哦，中一颗就好，一颗就好 ，OK。按摩。一粒就好了，一粒就好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好 ，Tomato stand by， 好，你要清楚啊，你们全部遮耳朵。经过两个 round 的这个比赛呢，这一集呢还是 Team Michio 胜出。我以为我赢得到他，顺利的那一组呢可以获得由 KFC 送出 Cash Voucher 4000令吉。哎，你们也有哦，你们也可以拿到 KFC 所送出的 Cash Voucher 800令吉。当然要感谢我们的主要赞助商要不到了。还有我们的联合赞助 Himalaya Sports， 还有我们的 KFC。好了，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了。好，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来到我们的小组的这个六场比赛最后一集了。听说你现在是最低分的，我是来打救你的，知道吗？第一个环节我们有羽球。一分钟看你能打进多少球。我们现在是铁人四项。一百二十米，一次过 ，just once。哇，真的嘞！你的前男友就在前面。垫下来。哦，走，爆，重来。慢慢来。加油，头往高。哇，我觉得很内疚，懂吗？